顾文燕，为着家秀，得放下你的害羞。阿里山的少女美如水呀、啊，阿里山的少年勇啊那鼓鼓啊鼓鼓鼓。小李，哈哈，你不会弹吉他，好难听哦。小李，每当我被恭维，无礼貌。小弟弟，啊，你恭维那也实在啦。大家好。啊，感谢大家吼、哦，愿意伫遮看我表演，啊，听我唱歌啦。啊，我嘛知影，其实我歌声就歹，啊，我嘛袂用弹吉他啦。啊，我会安尼做吼、哦，是要吸引大家的注意啦。麻烦大家哦，敢会当借我一点仔时间？我吼、哦、有代志要麻烦大家啦。是安尼啦，我的名啊叫顾文燕，其实我是一个足平凡的寿司学徒啦。我有一个女朋友吼，真有才华啦！啊，我上大愿望吼，就会使帮助伊实现伊的梦想啦。啊，最近哦，伊去一间公司上班，拄着足侪挑战的啦。啊，做伊的男朋友，我就一直咧想，我到底会使为着伊做啥物呢？我就想着，啊，无吼，我吸引大家注意，啊，交面皮哦，伫遮唱歌，啊，希望大家哦，会使帮我完成一个市场调查啦。啊，我的问题真简单啦，就是啊，大家哦、喔，拢去啥物所在踅街，去啥物商场哦、喔、去买物件。啊，大家简单回答我就好啊，多谢。我要去了很多玩具的百货公司。嗯，好，我甲记起来。安全的商场，因为咱拢是大大细细同齐出门，囡仔里内底学袂乱撞，袂发生危险的所在是咱上需要的。哦，对啦，安全确实真重要。这位妈妈，多谢你的意见呢。那购物啦，店铺集中哦，坐起来较方便啦。动线流畅嘛，真重要哦。多谢大家啊！等下我搁一个问卷啦吼。小朋友，阿哥这位妈妈，会使帮我做一个问卷调查不？多谢你哦。来，阿叫小点心，给你吃好不好？嘿嘿。好，麻烦你啊。来。大姐，多谢你。免客气啦。啊，但算讲你要替家秀找客源的灵感，来给阿头做市调，你嘛先顾巴肚啊，食饱才阁来嘛。我的头家哦、喔，敢那我请假两点钟，所以哦、喔，无时间吃饭啦。不过大姐你放心，你看我有婴儿肥，减食一顿无要紧啦。多谢你啦，你对家秀的库存哦、喔，大姐拢看到。大姐，你莫安尼讲啦。我和家秀是男女朋友，互相帮忙扶持是应该啦。啊，阁有，其实我以前吼，嘛有人生徛伫长沙路口的时阵，我嘛是足惊遐，足无奈，嘛唔知啊，我的前途是倒位啊。啊，是家秀吼，陪伴我的身躯边，我才有人生的目标。有家秀这个女朋友，真正哦，是我顶世人修来的福气啊。现在每天在他身躯边，我感觉每一天都很快乐。跟头白日我真记得贵啊。贵？什么贵啊？大姐，你放心啦，我随身都有护身符啦。我不是讲这啦，人伫咧讲吼，真爱就上贵，相识人真多，看到的人真少。不过我拄才看到你为着阮家乡的付出，搁这么啊低微，这么啊真心。你讲我不是记得贵是啥？所以这哦，会当收起来，收起来。大姐啊，啊你安尼讲哦，我干嘛就歹势，好害羞哦。你哦，应该搁较努力的啦。我相信只要你加加少，继续努力，继续打拼，不忘初衷，早晚有一天哦，你会当完成你的梦想。大姐，多谢你的鼓励。啊对啦，你的试调跟我需要到啥个所在？需要。嗯，豆豆吃啦。哪会安尼困啊？
家秀，这几支问卷哦，是我去做街访得到的试调，虽然只有200分，但我希望会再帮到你。故人愿 ，Love you。这资料，我已经消化。这是啥？这是我家专业试调公司所做的数据，除了台湾以外，还有国外旅游、购物商城的经验，让你做参考。但我因为咱竞争的对手主要是亚洲国家，所以你参考的数据以亚洲区为主就行。这么高的资料，我拢爱看完哦。啊，那不是要你坐纸飞机哦？我不是这個意思啦，我的意思是讲，我会当用偌济时间去看。安怎？你欠资料伤多啊？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是多谢总裁你这么用心替我找资料。安尼真好，明仔载会阁有更加多的资料送过来，你想甲这些资料给你消化掉？给啊你！早了知影我就叫我速读啊。就算讲无学过速读，这资料要伫几个点钟以内看完，嘛是有可能的啊。除非你做袂到，我做会到，车总裁放心。真好。哎、欸，坐咧啊，起来创啥？我拄只有 Google 啊，这间餐厅足贵的呢。我才打开始上班，头一份薪水都还没领到，我吃袂起啦。是要吃，你家己偷偷啊吃，我袂当陪你。想叫你付钱啊？坐咧。总裁，你要请我吃饭哦？我唔对啊，这算是我替你办的庆功宴，所以你想要吃啥物的锦龙店，无需要管介绍。哦，啊。你请我吃饭，甲你替我办的庆功宴，这两个理由为啥物无同款？当然无同款啊！我这个人一向公私分明。哦，怪人就是怪人啊！要吃什么？紧点！我看这届林志平会率着你客位啊，反正是你运气好。这届我替你办庆功宴，可能也是唯一的一届，无后一遍啦，所以吃较多。你这话到底是在侮辱我，还是在威胁我？讲话拢袂当好好讲哦。安怎？你介意听好听话哦？嗯。好啊，那咧我即马给你讲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你的客户案，不管以后咱是毋是有甲世界集团合作，我拢会给你一个开案奖金。这是要给你的奖励，因为我希望你当继续保持你的工作热忱，继续给我惊喜。哦，真正是冷冰冰的冷水王，跟你讲话超无意思的。哎，总裁，你讲这是替我办的庆功宴，那呢我敢会当邀请？我这个客户最大幕后工程做回来，吉祥。
顾文燕。嘉秀，我今仔爱加班，真正行袂开脚啦。恭喜，找一天哦，咱两个才好好庆祝，吼、哦。胜利啊，有主角啊！你安尼连续吼，下晡两天拢请假，拢走来磨灰啦。嘿，你今日是答应我哦，讲要留落来加班的哦。你若好意思请假吼，我吼就规气来去放一下长假的，放我较有话啦。头家啊，我知影吼，你是一个足好的头家啦。你放心，感谢你哦，我这个机会，我会好好拍拼，向你学习。还佫有，最近你减肥真正有较瘦呢。真个哦，嗯，脚筋变瘦啦，老瘦嘞。家秀的大魔王头家竟然办一办庆功宴，这就表示哦，家秀的计划案受到认同啊，太好啊！会当做家秀背后的男人哦，我是感觉就骄傲。为了家秀，就算讲要叫我加班加到死哦，我甘愿。安怎？